请掀开经本第十七面，第十七面第一行，电于往昔无量劫中，恒发大愿，愿常清净供养诸佛，随愿所行，以得圆满。道于彼岸。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幕后这一句意犹未尽，我们略略的补充一点。这个地方要学习的，要学菩萨恒常发愿，要学菩萨的尘世供养，不离开佛陀。在我们后学古德的常讲，不离开善友，不离开道场。这个道场只要他真正如法，道风学风与经论所说都能够相应，这就是正法如法的道场。我们修学决定不可以离开，因为善游于道场是修学最殊胜的增上缘。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习气深重，如果没有好的助缘，的确很难成就。如果是遇到恶缘的环境，实在是决定会随缘堕落。有几个人能在这个恶缘里面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坚定信心，不被境界所转。古时候有也不是多数，现在就很少听说了，不要说见到，听都很少听说。所以这个修学的助缘对于我们这一生的成就有决定性的影响。念佛他就是阿弥陀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进入念佛堂就得诸佛菩萨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随愿所行，我们不可以说已得圆满，但是可以说渐渐圆满，逐渐接近圆满了吧。我们今天讲道于彼岸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方向目标纯正的，值得赞叹，值得欢喜。再看下面这一句，集结无边清净的富业，
这个是一句。即福，这个福是什么呢？福是敬意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不是世间杂染业啊，是清净的福业。世间人说到福报，也许诸位有听说过鸿福，世间人常讲的，这是赞叹的，鸿福齐天，这是鸿福之大大了。这种福报是讲世间有漏的福报，前面跟诸位说过，享福里面还有一些副作用，真的不如意事还是很多，哪能够一切尽如人意？可是轻浮则不然了，轻浮很不容易想，必须具足戒定慧三学的人才有条件享清福。世间人享福都喜欢热闹这个热闹场所认为这个是有福之处，轻浮是听不到这些喧哗，清净寂灭与定慧相应，这是真正的福报。这个福报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欲界天就比我们人间清净很多，色界天更清净。那么再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他们那种清净极灭的境界，我们凡夫想象不到。他们所想的乐跟我们想的乐不一样，我们想的乐是什么呢？是五欲六尘的次级这享受五欲六尘之乐五欲六尘就好像毒品的吗啡一样打下去很快乐，快乐完了之后就很苦可是清净极灭之路那是真路。这个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德能，无量的功德。那么这个只有敬业里面才有，你才能享受得到现在大家没尝到怎么晓得没尝到呢？念佛堂念了一晚上了，白天要睡一天大觉，这个就是你没有得到年轻人不如年老人年老人念了一天一夜精神饱满还在外面扫院子，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是
年轻人心不清净啊，你还是落在五欲六尘里面，你认为那个是落，落此不疲呀。叫你去跳，叫你去打麻将，打了一天一夜很高兴啊，乐此不疲啊。叫你念佛了就累了。这就是说明这个世间福报跟净这个净福啊不一样。年岁老的人心地清净。他在念佛里面得法喜，念佛里面得真的快乐，越念越快乐，越念精神越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位如果要发心念佛，大概这种境界，就是日夜不断的念佛，大概在第四天、第五天，你才能感觉到。那么换一句话说，前面这个三四天呢，这个关口啊，很难熬过。如何能把这个关口突破呢？要定，要慧。你要有耐心，要有定力。要有正知正见，克服自己的障难，这个障难过去之后，人就清醒了。你这个日夜念佛不感觉到疲倦，你会感觉到欢喜，你会感觉到这个体力充沛。所以初念佛的人头几天这个难关不要害怕，可以说是每一个初学念佛的人都有这种障难，不是你一个人有啊。十之七八了，三四天都能够突破啊。那我们自己也不会例外，以三四天的时间呢，应当可以突破的。一定要自己发奋努力。我们这个样子在念佛堂里面就能积极无边清净的佛业。底下一句，于诸三昧所行之境，现已明达。三昧就是禅定，就是经中所讲的一心不乱。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受是享受，是感受，正是正常，正常的感受啊。诸多的意思，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正受这里面有四有理，四的正受是随缘，我们常讲自在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随喜恒顺里面成就无量功德，这个功德就是此地讲的诸三昧。
你得到什么呀？得到无量三昧。理一定呢，就无碍了。华严经里面所赞叹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是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理事不能圆融，所以有障碍。如果理事要能够圆融过来了，就没有障碍了。你念上七天七夜，念上七个七天七夜，精神饱满了。越念越有精神，越念越有体力，那你就入无障碍的法界了。理事融通了，所心之境现已明达，明达是智慧现前。所行之境，就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面对着社会复杂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有见、有定、有慧。戒是什么呢？也是守法、守礼，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合规矩，这是戒。善巧方便，它合规矩啊，一丝毫都不会错乱。换一句话说，没有过失，这是戒。于一切境缘当中，如如不动，不动心，心永远是清净，永远是平等的。清净平等就是定，清净平等心照外面的境界就清清楚楚，明了通达，这智慧现前了。这个句子诸位一定要知道，此地总共有八句，厚厚深于浅浅，好像是八层楼一样。修集敬业，修集敬福是第一层的基础啊，第二层就得三昧了，就开智慧了，现已明达，开智慧了。第三句说：“或神通力，随如来住。”我们看到这一句，非常羡慕啊。人家能够跟如来住在一起，佛在哪里，他也在哪里，做佛的常随众啊，常随弟子啊，我们确实非常羡慕。可是诸位要知道，
做佛的长随弟子，一定要具备前两个条件，那就是修己敬佛。安住三昧，与一切境界通达明了，要有这样的条件，才能跟如来住啊，才能做如来的常随弟子。不拘束这个条件，你纵然是学佛，跟佛依旧有一重障碍，没有办法亲近佛陀，你也没有办法安住在正法道场。正法道场偶尔来参加一下，参加一下，这第二天第三天受不了了，赶紧离开。什么原因呢？业障现前了。第四句，如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境界，这就是入佛的境界。同佛所证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上所说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尤其是道事事无碍，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六道三途。度化这一些最苦众生呢，他所展示的就是四事无碍。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得到，正同经上所说的这个境界，言语道断，心心出灭，言语没有法子表达，我们思维想一想，达不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甚深甚广，但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离开我们一寸一分，没离开啊。不思议解脱境界，若是落实在生活上，就是本经所说的这部经自始至终所说的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尤其是华严经最后一品，在八十卷经里面，品题叫入法界品。可是在四十华严，
翻的就详细的多了。四十华严品提教，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普贤行愿是能如。入这个字通能通所，那么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善财童子53餐。那这53餐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53餐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生活。这个不思议啊。怎么会不思议呢？我们反复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起邪思啊，生恶念啊，造作无量的恶业，招来6道3途不如意的果报，这是我们干的。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环境之中，在形象上跟我们没有两样。生活方式，工作的辛劳，一生的遭遇，好像跟凡夫没有两样啊！但是人家心里面从来没有丝毫的染着啊。不但没有染着，而且是增长戒定慧3种功夫。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他的生活，他所实现的贫贱的生活，他非常安分守在贫贱的生活；富裕的生活，他也能够安住在富裕的生活。这是增长戒学啊！贫贱没有贪心，没有欲望；富贵一定是以福德、智慧、慈悲无条件的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这是他的本分，应当要这么做啊！你富贵了，富贵绝对不是叫你自己享福、自己享受，那就错了。富贵是叫你布施，是叫你救济一切贫困。富贵人救济社会贫困，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
他本分里面要做的。为什么呢？信德的流露嘛，自信是慈悲，他与心性相应，道理在此地。所以这是正上的戒学，于一切经缘当中，他能够保持清净不染，如如不动，增上定学。对于环境里面理事性相，夜因果报寥寥分明，一切明达增上慧学。这个叫不思议啊！你看，同样的一个境界，凡夫增长贪嗔痴，增长烦恼，菩萨在这个里面增上三学，那怎么会一样？这个境界就不可思议了。因此，你要说哪个境界好，哪个境界不好？很难讲啊，境界好与不好，说实在的话，与境界不相干啊。再跟诸位说真话，境界里头没有好丑。藕益大师在法语里面说过啊，净缘没有好丑啊，净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诸位要记住，都是平等的。理平等，事不平等，这个说法是随顺俗地而说的，也就是随顺众生之见而说的，跟你讲理平等呢，事不平等。如果随顺诸佛如来化身大事，那说真话，那告诉你，理平等，事也平等，这就不可思议了。那是真的，事也平等啊，相也平等啊，没有一样不平等啊。你为什么没有见到平等呢？你的平等心没有现前。如果你的平等心现前了，你见十法界一真庄严，一定是平等的。这是事实真相啊！由此可知，相随心转啊，真的随心转。如果我们能够把八识转变成四智，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就能入了。你以妙观察之看一切事件呢，突破一切障碍，事实真相你见到了，你用平等性质对一切人事物，一切人事物莫非平等，你看通通是
境随心转。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境界不平，觉悟的人呢回头了，知道是自己错了，自己还是轮回心啊，这个八识就是轮回心的。起心动念呢，还在分别执着造轮回业啊，自己必定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改过心啊，要真修啊。修在哪里修呢？绝对不是在境界上修。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啊。相宗所讲的心地上用功夫，专八识成四智。用这个功夫。我们今天要不要去学相宗？不需要。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原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修呢？我们在念佛堂中啊，智持名号，这是方法啊。你看，我们把每一个念头啊，把妄想转成阿弥陀佛，把分别转成阿弥陀佛，把执着也转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四智菩提啊！一句名号啊，把八识啊，不知不觉的就转成四智菩提了。念佛与法相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你要说念佛跟法相不一样啊，有分别，那你是用的妄想分别执着，你的修学两边都舍啊。念佛这个法门你修不好，法相转世成智你也修不好啊。你要问为什么会修不好，从根本上给你讲呢，你错用了心啊。这是根本的病因，你错用了心。什么地方用错了？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就错了。无论修哪个法门，无论学哪个宗派，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正确了。你用心纯正，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成不上道啊！啊，所以《金刚般若》上说法门平等，这个话是真的，这个话没错啊，真的是平等无二无别。那不平等呢，都是我们的妄想妄念造成了一切不平等。这个不平等给我们带来不但是修学上无量无边的障难，生活上带来了许多的灾难灾祸啊！归根结底全是错用了心啊！那么不思议解脱境界
原来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当下之处啊。希望通过华严的学习，我们稍稍能够领略到这一点意趣，不但对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对现前生活带来了真正的幸福。下面一句，出于众会，微光特大。出于众会是说我们置身于一切团体大众之中，我们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社团独立生活。一天到晚所接触到的各行各业，每一个行业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团体，一众，佛法名叫一众，这一类。我们现在讲一个行业，一个社团，在这个团体大众当中，我们的仪容，我们的风度光彩所表现出来的，人家一看跟其他的人他就不一样啊。就感觉到你与众不同，怎么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福德，这个人有福德，有智慧，有威仪，威光特大了。威是威德了，福德，光是智慧，特是特殊。达是明显到达了，使与会大众都能够感触得到。这一句是度众生的，戒引众生的方便，这是第一了。这一桩事情给诸位同学说，并不是说你在这个社会有崇高的地位，不是，也不是说你在这个世间有很大的财富，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在这个团体广大群众当中，令人敬仰啊，高度的智慧，崇高的德行，诸佛菩萨以这个方便呢，戒引众生，让众生见色闻声呢，就见到你的色相；闻声听到你说话的音声，生欢喜心，生敬仰心。就是这个这一句里面呢所说的。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第六句是随诸众生所应现身而是调伏，这一些法身大士他们的修学，他们的正断功夫接近圆满了。前面说了嘛，以得圆满道于彼岸嘛。如果就这两句话来说，以得圆满道于彼岸呢，这已经成佛了。已经成佛，不住佛位，退回来做菩萨，这叫道家慈航，退回来当菩萨。菩萨里面有示现，做金刚神，做佛的护法，做佛的常随众。这就是所谓道家慈航。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正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这个一得圆满道于彼岸了，那他们都是佛啊。无量无边诸佛来拥护啊。示现做菩萨，示现做护法，示现做种种神众，示现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佛教化众生。任何一个人做佛都欢喜，不一定要自己去当头啊！人人都要当个领袖，领袖只有一个，那就打架了，就斗争了。你看佛里面这些领袖啊，任意的。谁发心去做，大家统统拥护。没有一个反对的，没有一个有意见的。这才真正叫和睦相处。确实是共存共荣。为什么呢？他们通达明了，虚空法界是一体呀。情与无情，同一个法身啊。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任何人带头，任何人领导，无不是全心全力去协助啊，随诸众生所应现身。应当现什么身份，他就实现什么身份啊。那么在这个团体，这一些发生大事啊，这一些道家慈航的诸佛，他们也是这个道理，应以执金刚神的身份出现，他就示现这个身份。所以说
这些法身大士们神通广大，在这个地方显金刚神的身份，在那个地方又显别的身份。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华严经末后讲的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可以同时现无边身啊，同时现一切身啊。他是怎么个实现的？随众生的念头实现，众生有感他就现身了，正是他自己从来没有一点意思，他才能普遍现种种色身。如果自己有一点意思在里面，那就不行了，一个身都现不出来啊，那一点点意思就是障碍啊。我们很想得神通自在，又不肯把障碍除掉，你怎么能成功啊？所以我们要学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自己没有丝毫意识存在，这个与法性就相应，性是空寂的嘛，随类现身，现身的用意何在呢？在调伏众生，那可见的他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我们不要说很多了，示现在我们人间，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来干什么的？他来赞言如来正法了，他来干这个的呀！赞扬啊，讲经说法，赞扬啊，言表演啊，所以表演就是做出来给众生看啊，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依着这个榜样效法了，所以佛菩萨实现这个样子，无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断恶行善，积功累德，他所实现的就是这个。无论实现什么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是表演这桩事，帮助众生求，帮助众生从迷惑颠倒，从恶业里面回头，真的是回头是岸。所以他的实现是调伏调顺众生的理念的啊，或者是我们讲调顺众生的思想见解。
把他那个错误调整过来。福是帮助众生的降伏烦恼恶业，干这个事情。第七句是：一切诸佛化心所在，皆随化往。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没有身，菩萨也没有身。不但菩萨没有身，声闻缘觉也没有身。过去我们初学佛法的时候，总以为小乘呢，大概距离我们凡夫不太远。佛在经上说过，他的烦恼断了，习气还没断，好像距离我们很近呐。我们这种妄想分别执着错了啊！怎么知道错呢？读《金刚经》的时候知道错了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须陀洹已经不着相啊，须陀洹没有自己以为我已经证得须陀洹了。如果他要自己说我已经证得须陀洹了，他绝对没有证得。须陀洹是初果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在《金刚般若》上告诉我们，初果已经不着相，何况初果以上的这些圣贤，哪里会有着相的呢？这才能超凡入神啊！决定没有啊着相的圣人啊，着相的声闻缘觉菩萨没有啊。如果有，那实现的啊，正是如永嘉大师对六祖所说的：“分别亦非异。”是那种人呐，那是不思议境界。只有凡夫着相，六道凡夫，一直到非相非非相天人，他还是着相。所以无相天天的天人，比不上须陀洹了。须陀洹已经不执着身是魔了。所以要晓得，佛没有身相，菩萨没有身相，一切贤圣都没有身相的执着，所以他能够随类化身。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这在说一切诸佛化心所在。佛到哪个地方去化身呢？这里说化身，诸位就很明显的体会到啊，应化身佛啊，如同三千年前在印度出现的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佛啊。
啊，这个在三身里面讲的是应身的。为什么叫应身？众生有感，佛应化而来。啊，那么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佛法，众生如何能感呢？众生的观念里面从来没有个佛，为什么会把佛搞来了呢？这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的，众生之感呢有两类，一种叫显感，一种叫明感。显是很明显的，我们心有所祈求，这很明显的，佛来应了，这个感应道交。敏感是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好像是没有求，但实际上是有求。求什么呢？在印度当时那个时代，印度是宗教之国。你看佛在经上讲的96种外道。外道不是骂人，不是歧视。外道的意思，心外求道，所以他不能证得。道不在心外。这些修道的人，全都是心外求道。换一句话说，有能求，有所求。有能修有所证，我们讲的有修有证啊，有修有证，就是心外求法。那么所证的呢，不是真的果报，所以那些修行人。把四禅天当作大涅槃，所以诸位要晓得，涅槃这个名词不是佛家的，是古印度那些教派里面可以说是共有的。涅槃的意思，不生不灭。他们修的修行。所求的就是要求不生不灭，一味到四禅天呢，这不生不灭了；到四空天呢，不生不灭了。可是生到非想非非想天，寿命长啊，八万大劫到了，还要往下坠落，因为它上面没有了，它只有往下坠落了。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怀疑了，世界没有真正的大涅槃了。祈求大涅槃，结果是非常失望的。那一个念头啊，就是感啊。佛看到这个人有这么一个念头，他就来应了。你们求涅槃，求不生不灭，真有不生不灭。但是你们错误了，方法错了，理论错了，所以佛应现在这个世间呢，满足这些人的愿望。佛怎么不是感应而来的呢？那么佛所现的身相，随着业感众生的不同，佛现的相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世间实现了人身。因为他的目标，大多数这个古印度修行人都是出家人。
啊，婆罗门，瑜伽疏论，啊，六四外道都是出家人，所以佛也示现一个出家人的模样啊。啊，出家人好度出家人啊。示现在家人的这个身份啊，因为这些出家人没有真实智慧，依旧有分别执着，一看你是在家，在家比出家了好像就矮了一大截啊。再有智慧，再有德能，出家人也不相信。那你是一个出家身份，在他面前，他没有话说。这个障缘，这个习气，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啊。你比如说上台来讲经说法，出家人。讲的实在不好，大家听了这鼓掌很恭敬啊。在家人在台上讲的很好，恭敬心升起来，在家人跟我一样。在他心里面没有分量嘛。所以在家人要得到在家人的敬仰，你的表演要比出家人要好很多倍，他对你他是起恭敬心，你跟出家人一样他瞧不起你，你比出家人好好不了很多他也瞧不起你，这个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我们都常常见到的。所以佛调伏众生确实是无量的善巧方便。那么世心思想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份，随机说法，应当说什么法门佛就说什么法门。佛如果一个人来做这一桩事情，他的障碍一定非常之多，这个障碍不是在佛那一边，众生这边，众生好疑，疑心病很重啊，不肯相信的，要用什么方法断一切众生的疑惑呢？那一定要感得千佛拥护，这一些诸佛如来又示现出家在家的弟子，佛的弟子一个个都是聪明智慧，高出人天呐！一个个的德行、容貌、体相，人天所不能比呀！这么一大群的人，都跟释迦牟尼佛学，都跟佛学。都做佛的弟子，让这个世间众生一看，看他弟子这样，那老师一定了不起，对老师才能产生信心。所以他们呢，皆随化往，帮助佛教化众生。他们的这个任务帮助一切众生对佛升起清净的信心，他们做这个工作，干破坏的也有啊，
也是世仙，提婆大多专门呢说佛的坏话。说佛坏话，最后呢，最后引起公愤的。他无可奈何，知难而退。这是从反面让那些对佛有疑惑的，最后能够改过自新。所以，都是诸佛如来大权示现，都是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功臣呐，就跟唱戏一样，这台戏表演得很好，那个戏台上那个角色有唱正派的，有唱反派的，他们都是来唱戏，不是真的，那都是演员呢，都是来表演的，表演得非常逼真，让我们芸芸众生看戏也看得觉悟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末法时期皈依三宝，做佛的弟子，我们要明白了，我们这一生也是在演戏啊，也是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要演得很逼真啊，要演得很如法了。我们的剧本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大藏经就是我们的剧本，依照剧本演戏啊。有缘多演几天，没有缘，没有缘就收场啊。时间的长短看缘呢，缘是看这个观众啊，看听戏的人他有没有兴趣啊。所以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六道里面舍身受身，不为自己，为众生。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能契入这个境界，像这些菩萨一样。舍身受身呢，也是表演，也是做给众生看的，这个身相与自己毫不相关了。对自己来讲呢，完全没有相。这个话很不好说。明明真是有相啊，有相跟无相是一个相。如果说没有相，没有相，那个身相都没有了，这个可思议。有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有相，这就不可思议了。那《心经》里面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相啊，有相啊，空是无相啊。空跟有是一不是二啊，这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的是身相啊，是即有即无，非有非无，它是一不是二啊，这才入得了境界。如果你把有无分作两桩事情，你永远入不了境界。入不了境界的人是六道凡夫，其入境界的人才是佛菩萨。我们学佛
真正的成就入佛境界。法华经上讲的入佛之境，入佛之境就是入佛境界，也就是说入空有不二。维摩经上讲入不二法门呐，这个不二法门呢，就是佛知佛见，就是如来境界。这个不二就是一嘛，也叫做一真法界。这才是真实的功夫，真实的受用。我们学佛真正有所获，真正有所得了，得到什么呢？得到无所有啊，得到不可得啊。得到的是空有不二啊。所以楞严会上说的很有味道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得的是无所得，得跟无所得是一，不是二，所以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理很深很深，很广很广，诸位同修啊。要很冷静地去想想，这才是我们修学佛法所求的，所希望得到的。这是经上所讲的真实不虚啊。幕后这一句，一切如来所住之处，常勤守护。最后这一句，把护法的意愿说出来了。护法谈何容易啊！一切如来所住之处，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住字。你看经典一开端都说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说佛住在哪里。那这个住的意思就很深了。这个住怎么讲法呢？佛法住持的所在处啊，这一些至金刚神他们就有责任要在这里护持，常勤守护。世尊，弘法利身是因机，机缘尽了，他就事先入般涅槃了。佛虽不在世间，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还要住一段时期。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80岁入灭。一生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80岁圆寂。圆寂之后，他老人家的影响力，我们今天用这个名词，诸位容易懂。
他的智大、德大、能大，所以影响力很深很远啊，他的影响力是12000年了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个12000年叫做住。佛虽然不在世，这12000年佛陀法运影响的范围之内，护法神要长情守护啊，所以他不说在呀、啊，要说在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他说住。那么现在我们去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3000年了，只要我们的知见、我们的修学与经论相应，就是如来所住之处。这个正是于《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佛所行处啊，意思完全相同啊。那个佛所行处就是佛陀教育推行之处所。啊，都是说佛不在世的这个时代啊。啊，并不是说佛在世护法神由护法神守护，佛不在世护法神也就不来了，不是。佛法影响的地区、影响的时代，这一些护法神法运永远常是永远的、不间断的，不但守护，勤守护啊，很勤奋的，没有懈怠啊，在这里守护道场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重的，就是于法相应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啊，这一句啊，跟我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护法住处啊，他这个解释很简单，只有4个字啊，不是护佛在处啊，是护佛法的住处啊。至金刚神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请看下面第二个社团啊，第二个社团叫身众生啊，请看经文：复有佛世界未成数身众生，这个出现人数之多，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显示这个法会庄严伟大到极处啊！每一个团体里面出席的人数啊，真的都是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啊！我们在此地所看到的是170多个团体。每一个团体人数都是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那么我们要问了，是不是真的只有170个团体呢？给这么说，不止。啊，略说细说说不尽，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本子啊，这个华严经的经本，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所见到的
他老人家告诉我们的，这个本子下本化严，上本经就是华严经的原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原本，分量有多少？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记是四句叫一记，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那么要算句数的话呢，一句一句的讲呢，四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句一思天下微尘品这是世尊在定中二七日中所说的。这个经要搬到我们这个地球来容纳不下。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经本就望洋兴叹，没有能力接受，太多了。中国古籍里面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分量，现在是把它缩小了。速成这个精装本，像我们现在这个速本的大藏经差不多大，16开精装一本有这么厚，1500册，我那个时候派人去买这一套书，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出来接见，告诉他们，假如一个人生下来就会看书，看这个《四库全书》，他可以活到120岁，从生下来就看，看到他死，书还没看完。那四库全书要跟华严比，那是大巫见小巫啊，太少太小了。所以龙树菩萨在看中本，看看中本的分量还是太大。阎浮提众生呢，讲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没有能力接受啊。再看下本，下本是什么呢？下本是在讲目录提要啊，纪晓岚当年编辑《四库全书》，编辑一部啊提要，目录提要，每一部书，这个书的年代、著作人、书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每一部书写一篇，这个一篇呢，像我们现在这个页数半页，那么这一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多少呢？精装本这么厚，5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华严经》是什么？华严经的目录提要是下本华严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那么由此可知，出席当时法会的团体无量无边在这个目录提要把它归纳成170几个类所以每一类里面，那这个代表团不晓得有多少。
所以这个人数才讲啊，三千大千世界唯一乘数。那么这个团体叫身众生。什么叫身众生？如果要用类似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逝者。身众生就是逝者。在佛身边照顾佛的生活起居。所以随事成事。这一类也叫身众生。可是佛经里面有一个说法，究竟四十五卷，究竟是六十化言，静音的。经上说，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自从有生以来，就有两个身随侍你，做你的侍者，永远不离开，生生世世都不离开。这两个神的名字呢，一个叫同生，与你同生的，另外一位叫同名，跟你名字相同，一个同生，一个同名啊。这两位天神啊，常常啊随侍在你的左右。你升天，他也升天；你到人道，他也到人道。无论你在哪一道受生，他始终不离开你，一定是与你同时生，与你同一个名字。在药师经里面也有这个说法，但是他的名字不是叫同生同名，他叫俱生神。是在讲名字虽然不一样，意思相同，也就是与生俱来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起心动念，一举一动啊，不要以为没人知道啊。这两个神呢，一天到晚跟着你啊，就像如影随形，和他知道的太清楚了，你怎么能瞒得了他？这两个神与诸佛菩萨、天地鬼神都通消息，你说麻烦大不大呢？像现在电脑一样，它全连线连上了啊！所以实实在在讲，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诸佛菩萨、天地鬼神没有不知道的。你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天地鬼神、诸佛菩萨，你有什么能力欺骗？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欺骗。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都教我们真诚恭敬，没有一丝毫的虚伪，你能够这样做人处事，
纵然是世间人误会，不了解你，瞧不起你，天地鬼神尊敬你，诸佛菩萨护念你，你得的利益好处太多太多了。如果你是隐瞒别人，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隐瞒得很周密，让社会大众还对你很尊敬，对你还很佩服，诸佛菩萨不护念，天地鬼神在笑话你，你的亏吃大了，你哪里占到便宜呢？这些都是事实真相，我们应当要知道啊。现在请看经文啊，这个第一句是说明团体的类别以及出席的人数啊，下面呢也是六局上首啊，局几位代表。所谓化集庄严身众生，名号里面我们可以顾名思义，花集本身就是庄严具，古时候人喜欢戴花啊，头上啊都插花，帽子上也插花啊。我们如果看到唐朝时候的这些人物的画像啊，唐朝人男子都戴花啊，男子都戴帽子，帽子上插花啊，即是女人才梳这个头发，头发梳成高高的啊。诸位看到古时候侍女的画像啊，发髻梳得高高的，这个发髻上面呢也插花。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要善于领会呀，化表六度阴性啊，看到花了就要晓得修阴了，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是阴啊，有阴必有果，花要开得好，我们就能预期结的果好啊。所以佛家了，把花代表菩萨六度，即是人生最高的地方。这个头发梳高是头发，这是顶端啊。什么是一个人真正的庄严呢？断恶修善，勤修六度啊，这才真正庄严呢。由此可知，庄严不在打扮了啊，而是在真正的德行。
印祖教导我们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这是真正的庄严。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利益众生，利益国家社会，这是好啊。如果你心之所思，行之所为是属于自利的，那就不好了。佛法的标准定得非常严格，它有个道理，因为学佛的人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唯一的一个目的，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你要想脱离六道轮回，那这个标准自然就高了。没有办法把标准降下来啊，降下来是六道啊。轮回是怎么来的？佛在经上，大小乘经上都说，说的太多了。轮回是执着来的。执着什么？执着我。要用粗俗一点话来说，轮回是从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只要你有一点私心没有断，你就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所以佛说出这个标准，是说出事实真相。佛决定不是勉强要我们把我执、把私心断掉，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告诉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的，从我执里头变现来的。我执就是自私自利的意念啊。我们真正学佛的人不能不明白。你今天念佛念了一天一夜了，为什么感觉到累？你执着这个身生活，哎呀，我这个身今天一天不睡觉了，不行呐，疲劳了，他当然就疲劳了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如果你要懂得这个身不生活，他怎么会疲劳呢？身是什么？身像一件衣服一样啊！衣服不会说是白天穿它，穿了很多，它疲劳了，晚上一定要叫它休息一下。你日夜照穿，一连穿到头，它也不会觉得疲劳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你要把这个身体看作衣服，他怎么会疲劳呢？不会疲劳的。你把这个身体看作我，麻烦大了。我有没有呢？我有。我有没有相呢？我没有相。我能现一切相。所现的一切相呢，无我无不我啊。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你怎么记不住呢？你怎么不能落实在生活上去应用呢？所以诸位要晓得，要想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那佛的这个标准是最低的标准，
不能再提啊，自私自利这个意念呢，要舍得干干净净。起心动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啊。佛法是什么呢？觉悟众生的方法叫佛法了。建立道场，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呢，这个是佛法。这个是佛事啊。佛菩萨的事业，这叫真正的庄严。这是化集庄严身众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身众生的味道又很浓了。意思就是说，佛菩萨的侍者，道场的侍者，比前面金刚神呢还要贴近一层。金刚神是外面护法的，这是内护啊，那这是侍者内护啊。护持道场，我们懂得在这个道场里面做一切义务的工作，那你就是这个道场的身众生，还要护佛啊。佛在哪里呢？念佛堂里，每一个念佛的人就是阿弥陀佛。我要发心做他的侍者，要照顾他了。所以念佛堂、讲堂、法会里面一些这个做义工啊，护持大家的，对，现在你们讲护法，就是身众生、金刚神的身份啊。念佛堂里每一个念佛人，我们眼睛里头都要把它看成那是一尊佛。他今天在这个地方啊，修的是佛因，将来这个因成熟，预言成熟，必定作佛。如果他这个修因要不间断，他要念到功夫成品，他要念到一心不乱，需要多少时间？顶多三年，三年功夫成熟了，他自在了，他喜欢在这个世间住个一百年两百年，不碍事，喜欢立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马上就走得了，这就叫生死自在。这个日夜不间断的念，三年的时候把你无始劫来的业障都念掉了。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业障念不掉？念佛的时间少，造业的时间多。消的那个业障啊，还没消一点点，后头一大堆业障又起来了，那怎么行呢？所以有这么一个殊胜的道场在这个里面念，那个就不一样了，直消啊，它没有增长。没有业障现前的，念念在消业障，连续消个三年还不都消光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护持的人就是智金刚神，就是身众神。我们自己在里面念佛也要发心照顾别人，自己是佛，自己要兼差，兼金刚神的差，兼身众神的差，这次做得圆满了，
真正是积功累德。好，今天时间到了。